小时候，奶奶经常带我去亚答街，那里有热腾腾的奶酪爽配油炸桂，有会放烟花的打铁匠，有热热闹闹的戏台子，还有门口守着两只石狮子的老亚庚。后来奶奶离开了，过了很久很久，我才再次回到亚达街。虽然依旧纷纷扰扰的，有些熟悉的角落却不见了，行人已不是熟悉的面孔，更多是旅客。但我知道，奶奶和从前的亚达街会一直都活在我心里。